等一下，好，来开始。中间是地质四道，所以就是帮我们等三十秒。就是那个你打疫苗，帮你做一个标记，对。所以健保卡一看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的资料。手借我一下，嘿。打这里哦，嘿。以前打疫苗会严重过敏反应，对，只有打完之后会喘。控不了落红。好，你手抓着疫苗，嘿，往上抓，嘿，对，没有错。我要下针了，嘿，好好，来吸气哦。打完针不用揉它，嘿，要两分钟再把它撕开，好不好？这个两分钟就好，两分钟对。